哦，吃饭呀！来了来了，来，你喜欢吃肉，今天这个鸡腿饭给你吃，我吃拌面就好了。还想套路我？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吃面拌面，你吃鸡腿饭。这里面有肉你不吃啊？肉留给你吃吧。那你不给我留点菜？你吃你的鸡腿饭吧，鸡腿饭，这就是你份鸡腿饭。嗯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吃你的面条。嗯，真香。啥都没有，还学人家口盆。还有大鸡腿啊。有人坑了吧。